我准备好啦。我都准备好啦。八步梯次次开，正式开始。喂，咪住，你哋两个悭翻啖气，唔使再咁样跑噶啦。你哋两个都系留翻啖气啦，同我一齐继续监察呢个升降机嘅进度啦。嗱，呢个升降机咧，经过一场长跑之后咧，我哋由立法会啊里面去争取去快啲上马啦，跟住遇到拉布，闹完之后咧，终于批出撥款。而家開工已經成年了，江銘個進度如何啊？升降機的工程咧，預計就要用三年時間嘅，咁而家咧就已經去咗第一年啦。咁我哋見到咧嗰個進度咧都係合乎我哋預期嘅。大家經過嘅時候咧，都會感受到塵土飛揚啦，係啊，仲會有啲噪音啦，係啦。咁喺段時間裏面咧，都希望大家忍讓一下。咁但係咧有嘢提下啦，其實隔離嗰條樓梯咧仍然都係開放俾大家使用嘅，可以安心地繼續去用我哋用開嘅呢條通道。係啊，嗱呢個上坡嘅升降機咧係香港第一條由政府去興建嘅斜坡升降機，的確非常之有特色，應該係成為未來嘅一個焦點。不過咧，大家仲要等多一段時間，因為開工要三年嘅時間啦。咁而家係第一年，第一年咧就正如阿江銘所講，要平整土地啦，鞏固土力啦。跟住咧做好個基礎嘅建設之後，然之後先可以擺部即係斜坡升降機上去。咁我同阿江銘同阿峰，我哋都會繼續監察個進度，令到咧大家係可以時刻都知道而家大概嘅狀況係點。咁我哋不時咧都會約工程公司出嚟咧瞭解下佢哋喺工程上面有冇咩難度遇到啦，又或者同原先嗰個計劃有冇滯後嘅。若果係滯後嘅話，我哋又再鞭策佢。